不放他们，我是上主，要做他们的天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纪念金口圣若望主教圣师，他是第四世纪的圣人，在安提约基出生，后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有一段时间也度苦修生活。后来金朵后，他被选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，那很认真的照顾他的羊群。很多人认为他很会讲道，所以他们叫他金口圣若望。我们也求他为我们现在的教会传达天主。今天的读经一开始，我们会听到这句话：弟兄们，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。信仰是在日常生活活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的圣道礼开始，我们反省片刻。最近我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？基督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来召唤罪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传达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仰望你的人必获得永力。你曾恩赐你的宗仆圣若望主教，在苦难中坚韧不拔，在口才上超群出众。求你赏赐我们因圣人伟大人格的感召，忠心接受他的训诲，使之效法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榜样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《圣保禄宗徒致哥罗瑟人书》。弟兄们，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。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，你们该思念的是天上的事，不是地上的事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。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，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中。因此，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，例如淫乱、不洁、邪情、恶欲和等于偶像崇拜的贪心。由于这些事，天主的义怒才降在悖逆之子身上。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时，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，但是现在你们该戒绝愤怒、暴力、恶意、诟骂和出于口中污秽的话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，
和旧人的行为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肖像而更新，以获得知识。在这一方面，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，受割损的和未受割损的，野蛮人和属提亚人，奴隶和自由人，只有基督是万有，并在万有之内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。我要日日歌颂你，赞美你的圣名，永不停止。上主伟大，极堪赞扬，他的伟大不可测量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。上主，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，愿你的圣徒同声赞美你，讲述你王国的光荣，传颂你行事的威能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，使世人尽知你的威能和你王国伟大的光荣。你的王国永世长存，你的王权万世无疆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。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主说，你们要欢欣踊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。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您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得饱育。你们现在哭泣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要欢笑。世人为了人子的缘故恼恨你们，拒绝你们，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，而加以辱骂诅咒，你们才是有福的。在那一天，你们欢喜踊跃吧，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。但是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现在饱益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现在欢笑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痛哭。众人都夸赞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假先知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你们刚刚听到的福音的开始，第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也非常重要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耶稣举目，
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至少我们如果闭眼睛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这个看这个画面，可能我们会想到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圣像，艺术家画画的，就是耶稣讲到的样子。耶稣平常坐在稍微高的地方，然后下面就是人群听。所以我想，耶稣举目，那些人不是在下面吗？为什么耶稣要举目？表示耶稣刚刚是不是低头看更下面，然后要稍微举目看到人观众。我想耶稣那时候还没开口讲话，他先祈祷，那就这样低头，那就不要看周围的人，就是专心的祈祷，就是应该要低头，然后看下面，比较专心的祈祷。所以我想耶稣这样做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效法耶稣。他有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把握机会祈祷。哦，这个真的我要学习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可以祈祷，煮菜、洗衣服、搭捷运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空间，进步的空间。我习惯了，我小时候在波兰进去教堂，大家都很安静祈祷。在台湾有时候教堂里面好像在市场一样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耶稣这样的态度，随时随意祈祷，很重要的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
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任的遗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让我们今天多祈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里礼成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圣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爱童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。